我是傅能芳，我们现在做一个问答吧。前几天我问了一个问题，我说问我一个问题吧，我是傅能芳，你想问什么你问吧。然后我收到951个评论，挺多的。然后你看我这个照片，为了吸引你们的眼球，我放了我这个照片，然后我就这样问吧，然后你们看到了1165个赞，然后有18个转发。为什么你想转发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一只项链 A equals sin cause B， 这个很简单，他已经回答了。看不懂。芳芳，你的假发戴了多久了？已经戴了26年，挺久了。滚！到底英国各种口音怎么分的？举个例子，这个最简单的方法，最常用的区别啊，就是洗澡，bath。我说，也有一个地方叫 bath，b a t h， 南方人说 bath。北方人说 bath， 这个是最明显的区别。模仿一下这个表情。Is that right？ 因为我做这个表情的时候看不到自己，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做对。如果做对，来告诉我一声，谢谢。日语学的怎么样？这个刚好我刚刚从家里拿了一些我以前的东西，然后我学中文之前学了日语，学了一年，我给你看一下。JEC whatever wants to be done。这个考试我那个时候很紧张，第一次做一个就是一对一的语言考试，然后我的老师有点嫌弃我，因为我从来不交作业，然后他叫，因为他的 L 说不清，我叫 William 对不对？然后他说 William， William， where's your homework？ Where's your homework， William？I don't know， 我没做啊，狗吃了，对不起。我现在不会哦 ，no， 我记得这个，因为这个有一点像，面条，然后面条英文叫 noodles， 然后这个是 no， 然后这个是 re， 是 ne， 然后这个是啊，但是我几乎已经忘的差不多了，那可能是倾斜。然后我记得在日本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好 ，OK， 他们会做一个这样。你好，芳芳，我特别喜欢看你分享的英国日常，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在英国的日常。为什么我普？你觉得我很普通吗？好吧，我有点普通，真的很好，尤其是有一次你带 Ruby 去一个朋友的牧场的视频，我看了好多遍，真的好喜欢。请问你以后可以多多分享这方面的日常视频吗？会，我会的。我之前你可能会发现，我之前试着天天拍，但是如果我只拍日常的视频，有一些人觉得很无聊，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，因为不是每一天都有事做。所以我现在的打算就是，如果我有事情做，我就觉得会挺好玩的，会带一个相机去，但是最近也没什么要做的，我以后希望可以多去旅游，英国或者欧洲，去一两天去另外一个城市，然后拍下来，或者因为 Ruby 现在越来越大了，也不能天天带他出去，因为我是他叔叔嘛，然后他也不住在这儿。然后我现在也搬出去了，然后我一周可能一次见到，然后跟他妈在一起，然后这也不能拍下来，有一点不好，但是如果有机会跟他去动物园，他很喜欢动物园，我跟他去动物园拍吧。这个已经有人发给我了，然后我只能说我根本看不懂，这是什么，我根本看不懂这些字，所以你问我它的反义词是什么？
我就有这样回答。这里有一个人问，你是 Harry Potter 吗？Harry Potter 是谁？我们看看 Harry Potter， Harry Franklin Porter， a high jump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。我并不是 Harry Franklin Porter， 这个，这不是，你看看，这个不是我，你认错人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多长？然后有一个人问大小，所以我们现在来，量一下，我有多长？来吧 ，Come on， 我们需要带一些那个工具嘛 ，a tape measure， it's called English tape measure。OK， tape measure。我就先就在这儿，在这儿量吧。OK， 等一下。1.83米 ，OK， 希望这个回答了，希望这个回答了你的问题啊。下一个，你觉得我们中国人的素质低吗？我们中国人，我们英国人呢？我们觉得你们中国人是没有看人嘛？看人你是个傻。英国人，英国家庭怎么教育小孩的？求上，我给你一个例子。怎么用英语骂人 ？Fuck， 那个喜欢吗？哇，好可怕！为什么你的发型方向这么川普 ？What？ 但谁的？很川普吗？哦，你好过分呢！你为什么英文写的比中文还丑？这个确实啊，是一个我的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小时候就没有怎么关注我的写字，我认为我自己能看懂就行了，我也不是写书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一般做 notes 的时候，我就会这么写，是不是很好看呢 ？No， will no， I'm sorry， 我不知道别的人还要看我的字。啊，如果你要看我的字，我会专门给你写好看一点。哦，我现在给你写好看一点。OK， 走。King。Yeah。这是我的字。难看吗？那你可以去。OK， 好多呀！妈妈喂 ，I still remember。白头发是不是很恐怖？你帮帮吗？是你真的不是新疆人吗？你爱我们吗？是 OK， 我今天的问答就拍到这儿了。如果你的问题没有被我回答，那就是因为你的问题太傻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继续关注我，然后给我投一个硬币，或者你就给我一个转发在微博或者什么都可以，怎么支持都行。好，我是傅立芳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